明天你打算干什么？下周你干什么？我打算去听音乐会。我想去外婆家。天气允许的话，我想去滑雪。我想我明年完成这个项目。我不知道。由你决定。我想买套房子。你好，杰克，这学期你选什么课？你好，露西，我想选法语和经济。我将选中文和历史。你打算工作吗？是的，我在申请助教的工作。祝你好运。